各位粉丝，大家好，欢迎收看《理财最给力》，为你的人生财富加点力。我是阿给力，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在职场上一些法律的问题啊。相信大家在求职或者是在劳资纠纷上，通常都会有一些疑虑，到底要不要跟老板讲，或者是该跟谁讲，或者该怎么讲？今天我们就帮大家请到两位来宾来帮我们介绍哦，到底该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那首先呢，谈到就业，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职场的一个状况。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全球超过400万人感染。所以你看哦，像美国啊，失去了2000万个工作机会，而且失业人口已经累积到3300万。不过现在已经适逢五月了嘛，所以之后六月是什么？就是毕业季。那随着现在台湾疫情的趋缓，大家也预期说，哎，不仅是我们说的股票可能有报复性的上涨，甚至连就业潮是不是会有报复性的回复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在找工作之前，或者是你换工作之前，一定要来收看这一集。那我们先首先介绍第一位来宾，我们的刘伟霆刘所长。阿哥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刘伟霆刘律师。第二位介绍我们美女律师胡瑞平胡律师，你好。阿哥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最近大家找工作以及要换工作的前提之下呢，你一定会遇到有一些可能要预防的状况，例如说像面试啊，或者是劳资之间的一些契约要怎么去谈。那今天我们就先请我们胡律师跟我们分享了，例如说在面试的时候，因为大学新鲜人嘛，他毕竟第一次去找工作，那有什么部分是他要去注意的，才不会那个赔了夫人又折兵，没有找到工作那反而还有可能有一些额外的损失。其实对于大学新鲜人而言啊，在进入职场是他第一次社会化的过程，那其实这个过程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社会上的老油条欺负嘛。 对啊，那其实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大概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职场上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有面试，还有薪资怎么谈，还有你工作内容到底包含了什么。哦，对啊，这是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常去找工作做了之后发现跟当初谈的是好像不一样，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啊，一开始面试的时候老板都会说，哦，我们的福利多好又多好，然后进来才发现啊，怎么就是到12点你还不能下班。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没有加班费。对啊，或者是还有离退职的法律问题，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薪资上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对啊，大家其实找工作薪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当然希望就是我的薪资越高越好，然后最好老板给我开一个天价，然后我就可以工作的时间很少，时数很少，但是可以很悠哉的生活，这样是最好的。那因此就会出现一些广告，他就会讲说，哦，我们月入十几万，然后免经验可。月入十几万，免经验可，就听起来我们刚刚有说不可怜了。对啊，这种很多他都会标榜说，哦，我们是正派经营的公关公司，然后欢迎女性，特别会标注说年轻女性无经验的人很欢迎他们来。但是实际上啊，他们这种很容易就是你过来，然后面试完之后，他可能要你做的是一些可能像是色情行业，甚至是需要你陪酒等等的。那这些其实有些其实就游走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边缘啦，就是可能喝完酒之后，那之后可能不小心被人家带出场，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说我们也会希望是说，大家如果看到薪水太高的情况下，可能你也要留心说它是不是真的是合法设立的公司。对，那它里面的工作内容是不是真的就是符合你的需求，那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对，我以前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没有经验月入十几万还有人受骗上当。我最近已经明白了这件事情。啊，真的吗？因为在我们投资领域也是啊，说啊这个不用动脑啊，你投入钱多久都有多大的报酬，保证获利。其实这个反而是一个逆向的筛选，你觉得很奇怪，但当然你就不会去面试，不会去投资嘛。对。可是就是有一群人，他看到这样，他就会马上去。所以，哎，我广告已经这么笨了，啊，你还愿意来，代表你更笨。真的。所以骗得到你，这是我最近的事情。没错。然后刚刚像胡律师他所提到的啊，像这种免经验可啊，我们过往真的曾经遇到过。我必须要讲，这是一种色情产业的养成过程。首先第一个，他不会直接面试你，你要下海陪酒，不会，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所以我告诉你是什么，你来酒店当会计，一个月给你5万，不用经验。会计好像没有那么危险，记账就好了嘛，对不对？听起来不会那么危险，而且收入又高，我又真的缺钱，家里又有困难，好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你就发现，哎，你的同事在那边跟人家陪酒的，一天不就一天就5万了。啊，你是一个月5万，他一天就5万了。你天天在那边看着他，感觉起来也觉得好像让人家摸两把不会怎么样。
你就开始摸两把不会怎么样，偶尔让人家摸两把，就是孟母三迁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环境会影响你。哎，没错，你就习惯了嘛，而且同侪给你的感受就是这样，不会怎么样。但是人家一个月一天就五万了，所以每天过得很爽，名牌包一个接着一个拿哦，那个手机永远是最新的，所以你就会跟着跳进去这个环境。第二个就是陪酒了嘛，那接下来一个月一天五万，你已经觉得不够了。后面还有一天五万还不够，已经不够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后面还有人做性交易了，一天就十万了，那你要不要做？哦、你开始就觉得我讲了，我好想应征哦。对啊，但是很可惜，我们都没有资格。对，那就是你会慢慢觉得被人家摸两把没什么关系，然后如果摸两把以外，躺着就有钱赚，更容易，所以就会这样不断的养成下去。所以有时候面试这个工作，就给你一个负面的一个场景跟环境。你明明就想说，我绝对不会去做那种事情，我只是在里面做会计就好，我把持得住，没有问题的。代际都不是公然，人性都是脆弱的。是的，你开Toyota上班，然后看到你同事每天都开双 B， 还开超跑来，不知不觉就聊了。没错，越来越心动。没错，就会把很多的风险丢到脑后面去。那除了这种像是比较奇怪高薪的行业不要去应征以外，有没有一些是其实行业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奇怪的规定反而会让你被莫名其妙扣工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很多服务业啊都会有一种叫做违规事项记录表的东西，然后那个表可能就是两三页，但是有七八十项违规事项。不过这是合理的吗？这种其实就是雇主需要先跟员工取得一个共识，但有些很多都是雇主从来没有跟你讲过，然后等到你被罚款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为什么这个月突然薪水少了一两千块，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这种罚款的项目啊，琳琅满目，像是说有一些饮料餐饮店啊，他们就会讲说，你有乱丢冰块，或者是你让客人不开心，客人客诉你说没有微笑，这些其实零零总总的都有所谓的罚款金额。那有些雇主他就会直接在你拿到薪资单的时候就直接扣掉，那你可能扣掉的当下你就会很错愕，想说，哈，我这个月以为我可以领到两万多。那其实像是最常见的就是说你会有迟到然后就突然被扣钱的状况。对，迟到这个被扣钱还蛮多的，特别是大学生其实很容易睡过头啊，然后因为已经习惯早上是翘课了。对啊，我补充一下啦，我们过往其实这个案件这种迟到扣钱发生很大的争议。我们告诉各位啊，到底迟到可以扣多少钱？我们过往曾经有人是有上限的吗？不是有上限的其实法律是这样规定。我先讲一般民间常常发生的，今天迟到一次扣100，迟到连续三次扣500，迟到一个礼拜扣1000，你觉得合不合理？听起来好像还对，听起来也很合理，可是这其实违反了劳基法。这样就违反，完全违反劳基法。为什么？我们其实劳基法规定是这样，你迟到一分钟就是少做一分钟，所以你只有少领一分钟的薪水。所以你迟到了十分钟，就是少领十分钟的薪水。有很清楚的对价关系，你的薪水跟你时间的比例。是的，就是你只是少领钱而已，而不是可以对你做额外的处罚。不过大家因为迟到，心里都拍谁都觉得说得过且过，自己理亏了。对，我们过往就曾经发生过，就是迟到一天罚1000的，1天1000。有一些雇主，我们讲惯老板，就是很不爽员工迟到，他就迟到1天罚1000。那他可能一天的薪水其实连1000块。你说的没有错，工作22天嘛，对不对？实际上他一个月25000。弄完以后剩下不到1000块，因为每天都迟到。他明明每天都有来上班，但是上班完最后领不到1000块的薪水，你觉得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员工其实要知道自己的权益。所以听起来，如果迟到的话，你不要再花钱去坐计程车了，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除非你的时间价值在公司里的薪水是蛮高的，不然一点都不划算。没错。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要让雇主们多了解了，这个法律上面并不是雇主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了。对，那除了这个薪资啊，还有迟到被扣钱以外，这些罚款啊，那在福利的部分呢？因为每一家公司是不是保险制度，其实有一些是一定要给，有一些其实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对啊，其实一般来讲，公司一定会保劳健保嘛。法律的规定就是5人以上的公司强制纳保，5人以下你可以愿意纳保或不纳保都可以，但是一般都建议去纳保，因为真的发生保险事故，至少有劳保可以赔偿劳工一些钱。但现在实务上最常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是高薪低报，例如说我明明一个月薪水5万，老板就跟你沟通，你要不要我们一个月报22000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劳保你也会少缴，我老板也会少缴，好不好？很多劳工就觉得，听起来没办呀，好啊，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是不要的。对，其实是不要的。原因是什么？真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就是以22000投保的金额去拿到这些保险的赔偿金，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得不偿失。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劳保还有一个退休金。
你将来退休的时候，劳保也会给你一些给付，你用22K 就是给你22K 啊。小事大，省点钱，每个月都少付一点钱。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我更想提醒的是，老板们，各位老板们，不要以为这样可以省到钱。我们曾经应该说最近遇到很多这种案件哦，员工有一天跟老板处不好，愤而离职，就开始检举老板了。检举老板什么？你高薪低报啊？那检举高薪低报就罚8000了事？不是哦，他说啊，你呢使劳工局啊。登载不实，法律上叫做伪造文书，3年以下有期徒刑。搞得很大，哦，直接调查局就来抓了。哦，所以你会很想，靠，我不是跟你讲好了，大家就是一起扫脚吗？怎么搞到最后是我要进去关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老板，真的不要这样子干，哦，省小钱，损失大钱。刘律师，我觉得你这样就对了，道德劝说是没有用，你直接让老板知道痛在哪里。对，我也顺便告诉劳工，你可以怎么检举啦。那在劳那个谈工作的时候，这些保险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老板谈？你觉得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实际上面哈，我们如果说今天员工他有做好准备，例如说他知道这个业界大概的行情，其实他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是可以好好的去跟雇主去讨论一下，他本身可以拿到的待遇是多少。那我们当然觉得说，如果你本身特别啦哈，例如刚开始新鲜人，或许薪资待遇并不是一个你最主要的结果，那当然很重要，可是学习更重要，哦，我必须要强调说，学习是让你将来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而不是你现在以你什么都不会的状况就想拿到很多钱，那就是做免经验月入数十万那一种才有可能啊。对啊，有时候感听起来是那种错误的求职心态，才会反而让你找到一些奇怪的工作。对，所以我觉得必须自己先保持一个谦卑之心，或许一开始我们的薪水不是领到太多，可是如果这是一个有升迁机会，或者是一个有让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的工作的话，你不妨可以把你的薪水想要调整放到你的第二份工作，或者是原本这工作的升迁，哦，不要太期待第一份工作就拿到多好的薪水。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最需要预防的是说，我原本就不期待拿到好薪水了，结果还遇到一个恶老板，还让我连原本刚拿薪水都拿不到，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糟糕的。那这时候要不要忍？我觉得当然不能忍。好，我们至少我们该做多，我们有做就应该有拿，至少拿个行情。对，至少拿个行情。所以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业界的老板就说啊，万在责任制哎啦，哦，你工作20个小时，拍水还是领8小时的薪水，也没有加班费，一块加班费都没有。好邪恶，可是台湾真的是蛮多这种怪。台湾真的是这样，而且听起来好像很正常哦。可是大家不了解责任制这三个字，在我们劳基法里面，只有很特殊、很少数的产业才法律规定可以用责任制哦。例如哪些产业？例如说航空公司的空服员，为什么他一飞出去2-3天，所以他没有办法长期就是对，没有办法说我今天上班8小时，拍摄我还在飞机上做降落伞离开嘛？不可能嘛，对不对？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有特殊，像有一些开车司机、连接车什么，他可能一次的工作时间，他就会超过原本劳基法规定的8个小时。了解。那我们就让他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等等去做一些调整。那这种我们就可能会规范说，你可能是适用责任制，是，但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劳工局他特许，你才能去适用劳那个责任制的规定。你如果不是这种特许的，老板自己喊的，全部违反劳基法。所以你需要加班呢，还是可以跟这个雇主来做请求。好了，大家已经知道，不是上班打卡制，下班就一定责任制。没错，其实你还要看你所处的行业是什么。那这边关于责任制的部分，应该是大家最想知道。我们胡律师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其实责任制这个词啊，大家常常听到，特别是有些直接在面试的时候，你的主管就告诉你说。哦，那个我们是责任制哦，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的工作还是要做完。但是不过啊，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分配到大家都可以刚刚好做完准时下班啦，所以他就会提出这样的想法给你。但是实际上就会有一些老板，他甚至就是你一进来之后，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哎，那个5点了，大家该回家了。然后其实他是变相的逼你去打卡。但是打完卡之后呢，好邪恶好聪明哦。对，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各自回工作的岗位上继续做，然后做到很晚很晚。但是其实这样子雇主他就逃避了一个责任，就是哦，其实明目上大家都是5点，大家全部都走光光了，大家全部都下班。我想到这一招，如果我是老板，假设我是冠老板的话，现在每天5点打卡下班的可以换取点薪1份下午茶，然后变相的是加班的效益。对对，但是你算一算还是划算的啊，点薪一份才多少钱？那你留下来加班会，我可以多省多少钱？嗯，这真的可以省很多，因为其实还有一种就是
遇到说其实上班上一阵子了，然后就会发现说他们其实部门内部本来就没有一个加班的制度，但是他们发现工作量越来越大，那可能底下的人会想要去跟你的主管做反应说，哦，我们部门是不是应该要有所谓的加班费。那我就听到有认识的他们主管就发了一封信跟大家说，那个我觉得我的工作分配是很合理的，我们部门也没有什么人力的缺口，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每天都一定要一直喊说你们工作做不完，那你们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你们的能力工作效率。对对，就反而是主管写信来骂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工作能力不好，那这样子我是不是要在你们的考机上做一些评估。而且现在大家上班都有偷偷滑手机跟偷偷看盘，这时候收到主管这封信心里又觉得理亏了，就说啊，好像是这样，我们先检讨一下。对，你就默默的又缩回来，就不太敢去争取这一块的福利啦。对，不过我实际上哈，我们过往曾经遇过哈，就是在那个饮料店工作。其实很多的饮料店，因为大部分都是请那种实薪制的人员，或者是请一些工读生 ，part time 比较多。对 ，part time 很多。但他就告诉他，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一个月给你22,000，那没有工作，实际上上下线的时间，你就是有客人你就做，而且他们可能就是从早上开一直开到这个晚上11-12点才会关。那大部分这种没有工作经验的人，他也就傻傻的会觉得说，反正一个月有20,000多块，其实就不错，就一直听话去做。那慢慢他才了解说，哦，原来劳基法不是这样子的，那老板讲这责任制是假的，所以后来就来找我们来委托来帮他打这个官司。结果你知道我们帮他算，他工作三年，他可以多领三年，那工作三年哦，就这样子六日也都上班哦，可是六日上班也没有额外给加班，这样大概少领了多少钱？100多万，100多万，对，100多万。没有，因为我刚在想说，哎，为什么做 part time 你想要去找律师，找律师也是要钱的，那现在我理解了。而且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员工，他就100多万，那全部这些饮料店，你觉得这些省下来的钱有省下多少？所以这些饮料店老板不是靠卖波霸赚钱的，他是靠剥削人力赚钱的。对，所以我们也会鼓励，其实员工他可以教育这个老板，就是这样一两个离职员工提告了以后，马上全部的很多大部分的员工就会发现到，哦，原来我有这些权益哦，老板你不处理的话，可能大家就会变成集体。那最后那个薪资有讨回来？当然有讨回来啊。但我觉得这种有时候是员工们自己氛围，大家也要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因为为什么大家会不敢去争取这些加班费或者是什么责任制的问题？因为比方说新鲜人一刚进去，那你觉得有意见，不过其他老鸟都没有意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是最大的。我们其实遇到很多哈，像老板跟员工，可能员工对于老板的一些指挥啦，或者是因为毕竟年轻嘛，要么一个就是很服从，那要么就是说，哎，我其实都看不惯老板，然后跟老板起冲突。我们也遇过很多这种年轻，然后跟老板起冲突，结果就变成说，不是实际上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对盘。那不对盘以后，我们觉得最好状况就是，那你就离开就好了。可是到最后变成刑事案件，为什么？这样会变刑事案件？会啊，你跟老板去对骂，或者我们很多人就在网络上骂老板啊。自己骂得很爽啊，不知道这个就构成加重诽谤罪啊。哦，然后骂完收集证据，对，反正被收集证据，然后就警察请你喝咖啡了，然后这个员工才会发现说，老天啊，我不过抒发情绪而已，然后下面有一两千个人按赞而已，但是就不知道被老板整个就是布上给你一个前科记录了。所以也要提醒很多的新鲜人，就是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就是我们当然有很多不爽的情绪，可是你留在网络上，特别它是公开的，然后老板一定会知道的， 对，因为一定会传到他那边去的，那你反而是背负一个刑事前科记录。那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宽宏大量的，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常被酸酸们那个指教，不过我们 有看到，可是不会告你，好不好？因为知道你是吃饱太闲，需要抒发一下工作的压力。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当成大家的出口。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哎，面试该注意的事项以及责任制，这其实都是上班前跟上班的过程嘛。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那离职这件事情，如果就我们刚刚刘律师说的嘛，不爽，那你可以不要做。但是不爽不要做这件事情，后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离职该去注意的一个事项？其实最近啊，像是欧美那边疫情其实蛮严重的，就会开始发生一些新闻，就是说你可能用那个一些软体去要以为你在面试会议、视讯会议，结果没想到视讯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语音助理的声音跑出来说：“哦，你已经被解雇了。”这样子，其实这在欧美现在算是蛮常见的。那其实这一块这么狠哦，对对，他们员工就会吓一跳，然后就会看到说：“哦，有些人就分享说，我再也登不入，没办法登入公司的 mail 了，然后我东西都还没有整理好，然后所有的行事历、所有的会议记录就瞬间消失。”
那其实这件事情这算恐怖情人，分手是远距离这样被告知，然后突然被解除所有的权限。对，那其实在欧美的话，这一部分他们辞退员工这一部分其实有时候下手是蛮重的。那其实在一般的话，我们雇主要辞退员工的时候，通常都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事由，像你要资遣的话，你就要准备好资遣费。那或者是说你今天公司真的是遇到比较困难的状况，像是已经要歇业或转让，或者是说已经真的没办法经营下去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哦，你今天可以这样子不付理由去之前你的员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在这个之前过程，很多的老板都以为说员工我跟你相处不愉快，我叫你走路你就要走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之前他必须符合劳基法的规定才能够之前员工的。规定是怎么样？例如说第一个他们最常举的就是我公司连续亏损，我亏损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请员工了，所以我必须把他这个部门，听起来就蛮合理的，对，就是资遣掉。那你必须真的，例如说我们常常拿的证明是401的报表，连三个月或是连半年或是连一年都已经亏损，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那也没有适当的工作给这员工，所以来予以做资遣。这样子才能资遣，员工领得到资遣费吗？一定领得到资遣费，因为这些是符合资遣的条件，而且还有预告期间，就是你先预告看这个员工的年资多久，预告他一段时间后你就要离职。那员工还有求职假，他可以到另外去找工作，有两天的求职假，他可以到其他地方找工作，然后才让他可以合法的资遣，给他资遣费。那我们最常遇到的其实是老板就觉得，我觉得你中工作能力很差，所以呢我认为你不适任，因为劳基法有一条叫做不适任这个规定，原劳工不适任我就把他资遣了，然后呢才不给资遣费，就是反正你员工就太差，我更不想付你这边。那反而被劳工反过来诉讼什么？第一个，其实实务上面要认为劳工不适任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为什么？因为等于法官在判决书上交代这个员工根本不能做这种工作，没法做这一个他现在所做的工作。你要法官等于对一个人格做一个贬损，其实法官大部分做不到。所以我们很多实务上老板都用这一条，然后都打输，然后老板就非常非常的没面子。哎，我的情绪想说啊，给你照啊，结果到最后反倒一把，因为法律上就说之前不合法，维持原来的雇佣关系存在，所以这个员工又回来，哎，陶哥，我哥都来上班了哦，你继续给我薪水哦。那我们就发生过一个，那到最后怎么办？老板说好吧，给你一个桌子跟椅子，独立房间，你整天都不要出来，你也不用做事，因为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做事嘛，因为你跟老板根本就已经是烂掉了，已经情感非常的糟糕，我还担心你把公司弄坏，发配边疆，对，只能发配边，但是薪水要照付哦，所以是一个非常双方关系非常糟糕的状况。这我是觉得这个员工也蛮厉害的，其实现在蛮多这种员工，真假的，真的，就是因为大家的emoji对不起来。那以前当然是老板他的 power 最大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叫我走就走。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劳工意识也抬头，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劳工局啊、劳委会啊，都可以免费协助这些劳工，包括免费律师来帮他们做这些诉讼，连律师都免费。那当然就是一定要请一下跟老板。对啊，所以老板版的现在是受灾户，你知道吗？我们很多、这个、以前我理解的概念真的是不太一样，完全还是我们这种乡下小孩子实在太乖了。对，我们比较淳朴一点，但现在真的就是应该说也有很多惯老板，然后也有很多惯劳工了。那我们过往也遇过有一些劳工，他第一次知道说，原来我是可以比老板还大声的。所以呢现在做法是，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劳动检查，就是说如果今天假设公司有做一些违法，例如说没给加班费啊，劳资这个薪水没有有的给人家扣薪啊，或者是说高薪低报劳健保啊，他们就打电话，还可以匿名检举哦。哎，劳工局，我跟你讲哈，某某公司他有什么什么违法的地方，请你来劳动检查，请打这支电话。哎，对对对对对，免费的哦。然后劳工局呢也很厉害哦，这个我们叫劳动检查处哦，就突击检查，就突然冲到公司来，来，老板出来，老板就是，赶快，你公司现在薪水状况怎么样？通通交出来，劳健保怎么样？通通交出来，加班费怎样？通通交出来，你就会发现一个劳工局直接来电老板，然后下面的员工就偷偷的好开心哦，原来一通电话就让老板直接就只被劳工局冲来电，所以后置会放上这个电话，好不好？大家记得打。所以就会在这种状况下，让很多的老板，当然他就必须严守这些法律规定，就是啊，劳检处你来没有关系啊，我全部都合法，所以你要看什么就给你看嘛。哦，可是
针对现在很多这一类的纠纷案件就会不断的发生，那当然也对劳工的权益是有一些保障，可是当然我们也必须讲说有一些极端的劳工用这种方法也让很多的公司真的不是很好经营，就是他也是正派经营，可是因为不断的被劳检，然后他自己的员工在里面看公司常常这样被搞，也会觉得说哎呀，那我这个公司到底要不要待啊，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纠纷情形状况存在，所以其实劳资关系的和谐是一个很重要，它可能不是只有钱的问题，而是怎么样维护老板跟员工之间，例如说你可以常常办一些聚餐活动啦、啊、或者是办一些员工旅游啊，让你劳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总偶尔会有摩擦存在嘛，然后如果遇到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大家可以共体时间，那公司状况好，大家可以共享这个利益，那这个公司才能够长远一直维系下去。哦，这算是靠外力来帮你们劳资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对，没错，以往都很难啊，但是现在真的就透过了这些劳工局啊、劳委会，他们提供好多的武器给了劳工。其实我们不是叫你去弄老板，只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制度，让劳资双方都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嗯。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那个胡律师、嗯，就是在女生的部分，很多人其实是因为怀孕这些关系、反而被迫可能要离职，或是受到一些压力、嗯，这有没有一些要去注意的地方？其实像我自己身边就有认识一个，他是在公司里当秘书的职务。然后他就想说，哦，其实工作稳定啊，上下班时间也蛮固定，所以他那时候怀孕了，他也想说，哦，那我就去跟老板说一声说，说、哦、我接下来可能会请一个产假。然后通常产假，老板就会知道说你后面可能就接着育婴假，但是那个老板就会很头痛，因为其实站在老板的立场，他可能会觉得是说，那我这样一个人力，我要怎么样找人来补齐？因为我如果今天找了一个人，我多了两个人的成本该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比较正派的雇主当然就是会说，哦，我们就找人来补，或者是说你的工作 share 给大家。但是这个老板没有，他就是把那一位员工叫进来办公室，然后促膝长谈了，不知道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谈那么久？对对对，后来那个女员工变成是他自己离职，就是签字愿离职这样子。其实这个老板也蛮厉害的，口才应该很好。可能在密室里面威胁利诱啦，哦，我们觉得，但。可是要跟大家讲，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哦。我不是对劳工严重，是对雇主很严重。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怀孕的女员工，你对她做任何的职务上的调整，都会违反劳基法，而且这个是会被任何职务的调整。对，这个是当然，如果你是调整是让她更舒服的，是 OK 的。但是你不管给她减薪，或者是说把她调动，因为我们过往曾经都常常会遇到说不同的部门调动不同，对，是因为想要逼退这个员工，因为他知道他后面一定会请很多假，就是很麻烦，所以故意刁难他，然后把他调动他，让他去做出众的工作啊，或把他调到比较远的地方，或是比较远的分公司，逼他自己离职，逼他自己离职。这种其实现在在劳工局或者是说我们的法院里面看待，都是说这种叫歧视。那歧视的状况结果都会让这个雇主负担很大很大的成本跟责任，所以特别我们现在只要遇到员工怀孕，哇，您真是太后娘娘，需要吃什么？而且台湾的人口已经负成长了，大家共体时间。对，你要对他特别的好，千万不要让他有抱怨或怨言。那如果在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面试的话，最一开始就是我们面试的时候约好时间了，那我们当然大家都会很紧张，提早过去，然后想说哦，不要迟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嘛。对，那我们其实第一开始的时候呢，最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不要随便交出自己的身份证件或者是有关的证照文件等等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当然可能公司会跟你收取说，哦，我们可能要一个银本啊，我们要留底确认你的身份资料。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是不孝的雇主商家，他可能就会借此机会拿你的身份证。假面试真诈财，对不对？对对对。我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其实面试的时候啊，我们跟雇主之间的关系都还没确定，我也不确定在你这边上班嘛。嗯。然后这时候雇主就要你提供很多的个资，那这些个资我们之前遇到比较严重，就例如说提供了账户。很奇怪，账户为什么面试要提供账户？老板就跟你说我要汇薪水给你啊，奇怪，我都还没录用，为什么你就要开始准备汇薪水给我？听起来好像蛮顺的，不知不觉就把账户交出去。是，而且有的还要提款卡，然后呢？太扯了。对，你就知道最后就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所以很多这尤其18、19岁，对，刚毕业刚在求职，都是那个面试者跟你说，哎，你要这样子啊，就好，你要这样是为了拿到工作嘛？对，而且没有经验，所以什么都给了，然后就
不但工作没找到，还背了一屁股债，就反而涉及到刑事责任，非常的危险。我帮大家简化一下，这就是像你结婚一样，好不好？还没有结婚之前，先不要把财产交出来。所以面试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非常的简单。结完婚以后，也不要把财产交出来。这个律师哦，难怪可以当律师，之后这种问题就找他就对了。是是是。对啊，那像是身份证件，如果真的要印的话，我们是会建议是说，可以的话就注明一下说，哦，我们今天是面试的时候用，然后签个日期。哦，跟租车的时候一样嘛，就是说，哦，仅限租车什么使用。对啊，不然的话，你说真的印出来，别人拿去怎么使用，你真的不太清楚。感觉真的是蛮危险的。那除了这个身份证的议题以外，像在面试的时候，常常会有遇到一些潜规则，最近多人运动好像蛮流行的。如果被要求或者是有这些不当的肢体接触的话，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大家其实很多，现在不管男生女生最害怕的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被提及一些比较敏感或者跟性有关的字眼，那你当下会很尴尬，可是因为你又会很想要那个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忍一下好，我忍一下好忍一下，要钱还是要命？大家想像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就是女生去面试，然后男老板就看到这个女生，欸，长得很漂亮，这跟我们胡律师一样，然后就跟她说，欸，我跟你讲，我们这工作，可能偶尔要应酬哦，你可能就是要喝酒，或是偶尔要跟老板出差哦。讲得比较委婉，哎，讲得比较委婉。可是他发现这个女员工说，哎，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哎，他就开始食髓知味。也真的，你面试了这个工作去做了以后，哇，惨了，晚上要陪老板去喝酒，而且老板不是真的跟客户喝酒，是一堆人准备要灌这个女员工酒。那真的这女员工不胜酒力，后面就发生了。遗憾的事情，哦，真的是有真的就遗憾的事情，后面当然就是诉讼啊，就是强制性交等等的诉讼就来，所以我们也是要奉劝这些面试者，就是说虽然我们是想要应征得到一个好工作，可是真的我们要有一定的界限，否则后面的可能就是遗憾终身。那另外像现在这种类似潜规则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好像是模特儿大家想要红嘛，那会有衍生一些相关的问题，这部分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有啊，像我之前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朋友那时候他就是大家很兴奋，然后去人力银行那边嘛，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公司行号没有很多的反应，反而倒是很多经纪公司打电话来找他，就说：“哦，你的身高啊，你的体型啊，是符合我们经纪公司要求的。”女生就会有一种错觉，我好像真的还蛮不错的。对，因为觉得有一个明星梦嘛。然后反正工作还没找到之前，就会想说：“那不然我就去经纪公司。”对啊，反正闲着也闲着，那去。然后他们又说会有很多舞蹈培训啊，歌唱比赛也会帮你啊。那甚至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低做起嘛，从那个临时演员开始，然后会慢慢慢慢帮你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加入我们的培训班。就是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哦，那你可能要先加入我们会员哦。那因为我们怕你跑掉，所以我们要收一笔保证金。保证金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但保证金听起来又怪怪的，就是一个漫漫长路的开始。然后他又说：哦，我们要帮你做一个 model 卡，但是 model 卡的话，我们就要拍照。”他说：“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拍照。”然后就介绍说：“哦，我们可能对面那边就有一个工作室，然后很专业的人帮你拍。但是你过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哦，这个可能一张要好几千块。’那其实这完全就不符合我们平常可能去拍个沙龙照之类的价格。对，那甚至说到底拍完了，他印了几张你也不知道。然后甚至他就会跟你收各种名目、各种费用。那其实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都还没有真的收入进来，就已经一笔钱都出去，到底是去找工作还是去付钱？而且这个还算是只是劫财而已哦，还很多模特公司是要你拍内衣广告的这个模板啊，所以叫你先穿个内衣，他拍，他说要给这个内衣厂商看啊，那就傻乎乎拍了一大堆性感撩人的照片，然后最后反过来威胁你，如果你不配合我们，例如说跟这个老板吃饭的饭局妹的，或甚至有点就是出场去陪酒的，我就让你把这些照片到处去散布，那反而就是变成一个掐住你脖子的东西。所以也要奉劝这些刚开始求职的新鲜人，不要轻易去尝试这样子的。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了怎么办？赶快报警。哦，报警其实就好，不要怕。没错，怕了反而其实会发生后面更多的一个。对，因为他知道你怕，他就是为所欲为了，就他想做什么你都得配合他了，所以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所以你不怕的话就是最无敌了，好不好？对，遇到这种时候，对，赶快找援手了，先要报警。那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有哪些准则？因为刚刚讲了，夯不浪浪其实蛮多的嘛，比方说不可以交出你的身份证。然后呢，比较随便的加入什么会员，那有没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准则，让大家可以去依循？
在面试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就是你不要随便去答应别人什么事情。那最重要的就是像说你不要去缴钱，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面试的时候人家就会说我们这个面试你可能要缴个保证金，然后我们才会如何如何的筛选，不缴钱是最基本的。就是其实你是为了找工作，你是为了赚钱，这个大家最能理解，反正你是要去拿钱的，好不好？就不要把你的钱包掏出来，不要一开始就把钱拿出去，不缴钱，然后奇怪，对，不缴钱，不购买，然后不办卡，不签约。那么刘律师有没有一些准则可以分享给我们？对，我们大概有七个准则啦。第一个刚才讲不缴钱嘛，第二个就不购买，就很多他告诉你你要买制服啊，你要买鞋子啊，你要买什么？制服听起来好像蛮对，就是你也还没有正式工作，他跟培训过程又让你花出一大笔钱。那如果真的拿到这个工作，花钱买制服是合理的？是合理的，可是我们坊间有很多，他真的就是一个假工作，真的就是卖你这些东西的，为了卖衣服，然后办一个面试大会。是啊，甚至有一些直销公司还不止买这些，还叫你买商品。你为了得到这个工作，他叫你先买了一大堆商品去试用啊，去体验啊。结果你实际上工作还没得到，已经花了好几万，跟亲友已经借了一大堆钱。然后再例如说不办卡啊、哦，例如说他要你去办一些卡，结果他拿去刷了，或是拿去试用。面试要办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他的要求，就是公司的要求，要求你必须办一些卡。反正听起来你觉得如果很无厘头，很无理。对，基本上就是要你先吐出钱的事情。我们都认为这样子工作能省则省，能避免则避免，它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对，你是去赚钱的，不是去花钱。是啊，没错。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不正常，然后觉得有问题的合约不要签。哦、很多新鲜人都以为说，老板叫你签约你就签约，因为你要得到工资。而且通常大家签约那个字都没在看，你说对对对，就是签这里。你不是去办电信账号？对 对，而且再来签完那一份约，直接他收走，你连一份存底，你签了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也是非常危险。这感觉是真的是很不好。对，所以一个正派正常的公司，第一个签合约一定要审阅期，好、哦；第二个就是审阅期以外，一定会有一个副本。copy 或者是另外一个正本让你带回家，你手上也会有一份，你才知道你跟人家签约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对对对对，不会只有单一份合约。好、哦，那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证件不要离身，好、哦，你的这些相关的身份证啊、存折、账户啊，刚才提到这些，因为很容易这些个资被别人拿去办了、啊，像我们之前就遇到过说，实际上被拿去诈骗集团去办了很多人头账户出来。他说：“哎、欸，你来我这边面试哦，我刚好要开一个分公司，要开一个分店哦，所以呢，你的账户存折让我去帮你开设一家新公司。哇塞，我19岁就可以当董事长呢，哦，就真的就去做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对，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一当了公司董事长，他就拿这个公司真正的老板幕后老板拿去借钱，然后你就变成那个人头，然后等到你事后这个公司倒了。”全部债务在你身上，所以这些卡啦、身份证啊、存着账户，千万不要离开。反正就是听起来太奇怪的事，跟太好的事都是很奇怪的。哎、欸，天上没有掉下来的礼物，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免费的最贵。没错，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随便的饮用，很多面试的过程，像有水啦，哦、甚至请你喝一些饮料，这些也是请你要小心，特别是一些经纪公司、嗯，有的人一面试完，对你就断片了。你就已经发生了人生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了，除非是到很知名的公司，你真的觉得说这个是个大企业啊，否则不要轻易的饮用。没错，没错，没错。尤其那种跟你约咖啡厅的，跟你约什么餐饮店的，在那里面试你的，这种连他公司在哪里都不知道、嗯，那这种事情就出事到时候也找不到人。对，然后最后一个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做非法的工作。好、哦，很多人他会给你一个非常高薪的要求，例如说我们过往曾经遇过。他本身就是开一个线上博弈公司，然后他来应征你来这里工作。他一开始应征都不告诉你叫线上博弈，他叫做技术工程师。技术工程师哇，听起来就是坐办公室，然后打打电脑去做研究。头衔就很好听。对，头衔又好听。你去面试以后，搞半天你才知道说我们公司做线上博弈，所以呢，你一个月薪水起跳就8万，你要不要做？听起来好像不错。应该大家都会想要去做的。哎、欸，对，那你就完蛋了，因为这个后面可能延伸出来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天这个公司因为赌博这个罪是有处罚的，那你被抓了，或甚至是他用地下会队，很多赌博伴随的就是用地下会队在洗钱、嗯，那这些犯罪就都会算到你头上，你就是一个共犯。所以很多人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就带来一个犯罪前科。啊、哦，这很得不偿失。对，所以你知道他有很高的报酬的，或是我们刚才讲的。天上掉下来礼物这一种，千万不要去尝试。过太爽了，然后太奇怪了，全部都不要。对，反正听起来平平凡凡的，反而是最好的。对，那反而是安全的。那刚刚讲了这个面试的七不要之后，还有没有一些是一定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这边面试也有提供三个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确定，
好，要确定什么？你实际上要了解你的工作内容，整个实际上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你必须要确定清楚。然后第二个是你最好去面试这个过程能够有家人或是朋友的陪同。会不会被骂妈宝？我跟你讲，的确很多人他第一次去工作，父母去陪同他，但是我们不是说哎、欸、爸妈你跟我一起进来面试哦，不是这样、嗯、我们会希望是父母或是朋友陪同你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至少你看它的外观，你看它的营业项目，它是不是一个正当正派的公司。而且如果不孝业者看到你带人来，应该也会心里的胆子比较不会那么大。对，当然他会疑虑会比较高啦、哦、那对你来讲也会安全性比较高。如果你今天不是第一次去求职，或许你本身已经有一些判断的经验，那 OK。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第一次求职，你周遭没有其他人，我跟你讲，这就是羊入虎口了，非常非常容易，就是不想骗你的，看一看你这么单纯，也会想骗你的。所以这个第二个就是要陪同，一定要注意。那第三个，妈宝，但是也不要受害你的权益。没错，没错，没错。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存疑，要保有一个存疑之心，就是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注意一下，说你现在去应征的工作本身它有没有什么有疑问的地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他的薪水特别高，为什么他的工作特别轻松，却可以拿到这样子的钱。你就要特别去注意、嗯、所以你要保持一个存疑之心，在你这些都印证了考证了，哎，确实没有风险没有问题，这才是一个你可以去任职的工作。听起来很简单，但我觉得实际上要做到其实还蛮难的，因为大家觉得找工作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我去跟人家求一个工作，所以姿态都会摆得比较低、嗯、但是你不要为了眼前的工作但是损失掉后面更大的一些风险啊。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很谢谢两位律师帮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了。不管是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不要轻易去找那些免经验又高薪的工作，以及在面试的过程中不要轻易的交出你的证件啊，或者是加入会员。反正一个很大原则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的钱掏出来。然后呢，也并不是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责任制，是像有特定的产业，例如我们刚刚讲到航空等等的。那最后就是在劳资争议的一个部分了、啊。哦、你应该要跟老板好好的去谈离职的时候该是有怎么样的状况、哦、不管是你的保险还是你的资遣费等等，其实都是你的权益。那如果你真的很不懂的话、哦、记得打那个电话，或者是你老板欠你很多钱的话，记得找那个我们的两位律师，他们都可以帮你咨询。那以后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职场资讯的话，请继续收看理财最给力，为你的职场人生财富加点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